日日坐定定，长时间对住部电脑做嘢，搞到两边膊头紧晒，周身酸痛，好攰啊！咦，咩嚟噶？边石温灸拔罐刮痧机？中医成日话，得闲做下啲保健嘅刮痧同埋拔罐，去疏通下我哋嘅经络同埋血气嘅，令到个人健康啲。但系又唔系成日得闲出嚟做推拿同按摩喎。咁呢个时候就试下呢部家用拔罐刮痧机。呢部机系拔罐加刮痧二合一，一机两用，可以帮你全身排毒除湿、真空离心灌压气泵，一共有九档吸力加九种温度调节，独特一键泄压设计，唔会对皮肤造成负担。外名系边石温灸拔罐刮痧机，佢仲有热敷同埋温灸嘅功能噶。用嘅时候会持续调节边石表面嘅温度，喺30度至50度之间。天然边石含有30多种微量及矿物元素，而温热过嘅边石仲可以加快血液同埋淋巴循环，温通经络、驱寒祛湿、改善推拿体质同埋缓解痛症噶。等我即刻试下先。我系咪精油一齐用，效果更好噶？一边拔罐吸沙，一边进行温灸，全身心都可以放松调理。仲有佢细细部，但系 station 就啱晒啦。